高级。哇哇，莫莫吉，莫吉，我为大家解释一下，莫吉就是望尘莫及的谐音，意思就是 Kenny 个人的演艺事业呢，永远是望尘莫及。其实有点紧张，在揭晓的时候。对，很紧张。对，莫吉，到底关于什么？寂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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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边的红包不要乱捡，现在已经改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连包包都不能捡。对，现在连名牌包。天哪！真的。我的 LV 的捡。LV 啊。那去结婚了。去结婚了，还有一捡，里面有一个红包。对。包包中间有个包。用包包。超可怕！它现在吸引一些年轻客群。对啊。我觉得创新啊。你是说你刚，你就是我讲的那个人吗？对。屁啦！是吧？我喜欢的不是罗志祥，是洪生。屁啦！